这样吧，你就差不多了，这个断章状态就8000给我，行吗？不行，谢谢，那个。你断章还能卖多高啊？那个我们回来，我们国外买回来，我不知道他断章的，老外没说啊，鬼了，鬼得很啊。那是你的问题了，我们现在按这个品相买价格了，我不让全品买。那他说没事啊，我们没到现场、啊。我知道，我是说呢，是他完整的。他骗你，但你现在不能骗我。我没有骗你啊，我不是跟你讲了，单的价格来给价，是不是合情合理？不能按全品的价格来给价，行不行？8000，不行。那多少钱？你说多少钱？少个1000来块钱可以，哎，太贵了，买回来30000多的。嗯，那当全品买是可以啊，当全品我们也愿意买。这都是，所以我都是跟你讲，都是亏本价格。你看，基本上进来的都买东西，大大小小的1000。嗯，这个瓶子就给你们欣赏欣赏，算不动，估计你们也干不动。这个性价比可能不太好，嗯，又断章了，然后又性价比不是很高，干不动。老板他是当全品买的，你就没办法了。欣赏一下就好了。同时嘉庆的一个精品，真的是精品，真的太漂亮了，所以咱们路眼即所得，所见即所得，很漂亮。这一圈都是人，我看到没有，一圈画的都不止12个人物，可能都有20多个人物。对，看到没有，非常非常漂亮，这一圈画的都是人物。那朋友也给到10000了，那看来也买不了，买不了算了啊，但是我们欣赏一下啊。对，好吧好吧，那这个就放回去吧，谢谢啊。嗯，这个也放回去了，那个也放回去了，那买个啥呀？对呀、啊。